可以啊，蓝林汉，哎呦天，我在我们班被称为小霸王之神，没有一个小霸王过不去的。我搓一下，再搓，螃蟹跟我打，好像不太行吧？哎，会走位，明白了啊，到底知道怎么走位的了，明白这螃蟹怎么走位的了。哎，接中风那就干，吃药，致命点炎，接搓，平 A， 平 A。行哎，那亚索前期进着砍，没一个能怕的。那奥纳夫都不好使。A E， 一回来 A， 拖 A E 回家。虽然我也不知道亚索到底为什么这么猛。猴子都不好使，不好使的猴子一击打不过亚索。但奥纳夫应该能打过，我刚才是放屁的。拖一下呀，拖着了吗？一扣二连一走，不 A 他啊， A 他小兵打我们。A E 中风，一上来拖一刀，一回来平 A 接拖一走，一回来 A 接中风打不了风墙，一过来平 A， 我必须得戳你一下子。拖一下，一过来接中风，一过来戳一 A， 平 A 风墙戳 A 死，一口耳链，我一收车，一过来吃个塔皮。亚索不是主义吗？那是快乐玩法。一扣耳链一走 A， 一回来拖一下吃塔皮 A， 一中风，我得让他中个风，然后我们回家啊！中风接回家，也可以再杀他一波，其实勾引一下啊，让他以为我们五级，但其实我们马上升。勾引一波，一过来拖一下。一过来再拖平 A， 一走一回来呀，没有一中风，这小子居然不敢上了，我没想到啊。
本来是一波完美的杀敌，炮点炎 W 戳 A E 小兵 A 戳 A E 一回来接死亡，出装备。吃个药，买个药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好，斩个风，我们无敌了。中风。茶眼一过来戳戳一下，中风戳一，一回来一突二练接平的一走，一突 A 一戳一过来 A 接中风一过来，这个小子已经被我晃的都眼睛都花了，知道吧？花了。吃一波塔皮，戳一下，再戳，吃塔皮，闪现斗，这不行啊！没有小兵我们就是个屁，明白是什么屁，屁是什么，明白不？没错，我们就是个屁。请问双峰是多少攻速可以用？双峰打个红嘛，来来来来来，一过来 A 一口耳链呀，这蛤蟆又成这样吗？挡住中风，戳一下走位走位，一口耳链平着一，哎呀我死定了，哎接大戳，靠你们的了兄弟们，给我杀的炉仙，这可不行啊，这可打不过呀，这蛤蟆好幼啊，好幼的蛤蟆，好多血呀，先来个预插，来个血瓶啊，1.49了，那我应该能双峰了，1.49差不多了，还空线儿，一扣耳链一回来平 A 戳 A 中风 A 一过来戳 W A 戳平 A 一 A 中风一过来要杀我小伙子，
一血塔没了，谁的一血塔啊？我们家的。我是傻逼，这波纯属就是送，你知道吗？有点就打嗨了，你知道吗？有点薛飞是有点打嗨了，这不应该的，这是不应该的。不行，亚索不能那么玩。亚索这么玩啊，就会特别的垃圾，就是出门就会死。亚索不能那么玩，亚索得稳着点玩，你知道吧？不能太狼了。算了，这蛤子都高的赖上了，这蛤子啊，再不治一治不行了，这蛤子。插眼儿，一出耳电平 A。刚才跳弹没办法解大，是不是？得我打跳弹好像才行。给我中风接大招，点烟 A 戳，草丛蹲我，小伙子长本事了。这波蛤子会不会来？谁知道？溜了，1500，差200。先打个红，来波双峰可以，但是得有机会呀、啊，这也没机会给我双峰啊。在这等一波，要不螃蟹，走，我们来一波。得大招戳 A 一 A 中风 WQ A 一平 A 平 A 吸血征服者啊！给我中风 A 戳再戳一个小辅助。回家出盾弓，不回家怎么的？还得我秀一波呗，还得我秀一波，谁也别惹我，告诉你们。
还得非得我给你秀一波。一过来戳一刀，再戳平 A， 平 A， 平 A 接中锋，接 A 戳接平 A， 走位不走位，我得来一波双锋，我必须得来一波双锋了。中锋一 Q， 双锋中，那个 Q 没中，我操！那 Q 不是没中，他给我打断了那个 Q。但是我们这波确实是双峰了，兄弟们。嗯，确实是双峰了。把这卖了，出个暴击。就是我的 Q 被瞎子的 R 给打断了，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的。混沌无孔不入，我先打个鸡吧。走，这再来个双峰，中峰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开始了，戳 A A A 戳 A 再 A， 来中峰展现一 Q 接大招，中峰双峰，吃个300块钱，给我勾回来，一过来一 Q A 戳。双没双峰，双峰了吧？中锋，戳一下 W 留一手，再戳，接中锋，这不行了，兄弟们，这只能你去秀去了，我是不秀了，对面投降。Ugh.